争不败，说他从来没输过。王铁锤一听可笑坏了，那你没输过是因为咱俩没遇到，咱俩遇到你早输了。我们来看这盘实战，铁锤呢起手来了一个马八进七，这个你要是中局力量不强大，那这个骑马局是走不好的。黑棋呢挺足制马，红旗炮二平四，黑棋跳边马，红旗上马，黑的出车，红的出车。这样呢，就布成了一个先手反攻马的阵型，对黑棋单提马。黑棋呢，挺起两头蛇，向他红旗双马受制，红旗就高居巡河，以后准备对兵活马。那黑棋肯定是标准化动作，平炮对车，红的不对，躲开。黑棋补一手象，那红旗呢也飞个象，黑棋。车八进六，进车点穴，下一招啊，准备吃兵压马。那红旗按照原定计划对兵活马，黑棋吃掉。那红旗现在马被捉，只能忍让。这个棋你要是进车捉，它就跳上去；你要平车吃兵来捉马，这个马不能往上跳，人家炮瞄着呢。但是呢，可以高车保。那黑棋呢，就先把这个解决掉，卒顶头不能留。然后呢，他选择上马，红旗呢在高车掩护这个边马，黑棋上马踩一下车，以后准备进来扑槽，红旗平车抵住，黑棋平车捉一下炮，那红旗上马，黑棋也上马，触动这个右翼的子力，红旗现在你还不能弃车砍马，你要是弃车砍马，那黑棋呢就弃车砍炮。双方是一个交换，并没有便宜，所以说呢，红旗啊就先把炮躲开，炮躲开之后，下一招啊就有个车砍马得子的手段，那黑棋呢就先把炮给它交换掉，红旗踩掉，黑棋呢再躲开，脱离险地，再压住这个小马，那红旗呢在这里来了一个马后藏车，马后藏车给马生根之后，下一招啊就有一个高炮打死车，你这个车怎么办？你再躲开就失先了。你要是往这边躲，那人家又弃车砍马了。黑棋呢，在这里选择了一手进卒。你不能用车吃，也不能用象飞。那红旗呢，按照原定计划高炮打车。其实呢，在这招进卒啊，可以考虑啊进炮来打车，这样来交换要好一点，比实战要好。那黑棋呢，就平卒吃车。那红旗肯定要跟他交换掉。他吃掉，他再给他拱掉，这样交换完之后，由于你这个卒辛辛苦苦走了好多步，然后被人家无偿的给干掉，现在呢，先手还吃着中马，应该说红旗啊占了便宜。黑棋先来一将，那红旗不可能补个士，补个士这个车路拦住了，人家以后再一出车，这边是空门，红旗势必要落个象，那黑棋呢马就跳进来了，红旗先平车守住内线。防止你挂角将军，那黑棋呢就上马，红旗呢先飞一手象，象一下这个马，试探黑棋的硬招。黑棋进马，红旗呢也没有平车过来单双，他呀选择高车，这边吃着马，这边对着马，那黑棋呢，忍无可忍，只能是交换掉，那他吃掉。吃着炮呢，他平开。红旗选择了一手马三进五，这招马三进五应该说是一步软手，他呀应该高炮，走一手炮三进一，打一下这个马，趁着你这个车还没出来的时候啊，把你这个马呀给你逼退。那这个黑棋呢就选择出车，这样等你在捉马的时候啊，黑棋呀。突出狠招，来了一手弃马踏象，准备啊一马换双象。那红旗呢，在这里也没手软，选择给他吃掉。黑棋把象吃掉，黑棋把象吃掉就有退车抽将的手段。那红旗呢，就选择来一手退炮。下一招啊，他就准备御驾亲征，利用这个下二路炮来做掩护。那黑棋也没招了，你凑车凑不到，抽马有根儿。只能啊抽个中兵，那红旗肯定是御驾亲征。
黑棋把中兵吃掉，红旗呢施展流氓战术，人多打人少。我现在比你多一个大子，我回马跟你交换。那他不敢交换，只有躲开。那红旗呢，再把中卒干掉。中卒干掉之后，现在还有一个大象一将在吃你中象的手段。那黑棋呢，赶快补后中路。红旗呢，再往上跳马。黑棋呢，平车。下一招啊，他准备进车抓炮。你要是平车保住啊，他再高炮。那红旗呢，就直接高炮。黑棋呢，来一将。那红旗呢就上三楼，凉快来。黑棋呢再退车，红旗呢平车占肋。你要是搁中吃我的马，我就不要了。出帅，你把马一吃，我中炮给你一扣，给你来一个绝情铁门栓。那样呢，你还逼着要弃车再啃个炮，形成车单车对单炮。那还有两个兵没有解决，那肯定是黑棋必败无疑。所以说呢，他也不敢搁中来吃这个马，就先吃个士。那红旗呢，马就飙上去了。黑棋来一将，红旗出帅，黑棋再补一手士，红旗快马加鞭出槽去。黑棋选择了打士，黑棋这招打士啊，就不如走一手车五平三，先守住卧槽，这样来说比较顽强。那你不管，那人家肯定是来一将，来一将呢，你这个老将啊，你不敢往这边出，只能走一个将五平四。那红旗呢？顺手牵羊，再吃一个小卒。现在呀，平炮一将闷杀要命。黑棋呢，先来一将，红旗出帅，然后呢，他再掷一手士。红旗走一手炮三平六来一将，他也可以考虑走一手炮三平八，车马炮三子归边也是势不可挡。他只有下个士。那红旗呢，再车进一，下一招准备照头一将要命。黑棋选择一手上老将，那红旗呢，在这里走得很简明。我现在比你多个子，我还是要跟你对，强行的弃车来一将，黑棋只能吃掉。然后呢，红旗回马一将，黑棋只能下去，然后把车一吃。现在呀，形成马炮对单炮。你虽然说是四象全，但是呢，红旗有兵，红旗这要是没有兵，你这个马炮啊，不赢单炮四象全。黑棋退炮，红旗进马打卒，黑棋进卒，红旗退炮。那下一招再把卒一打死，马炮双兵，这是必胜。新棋至此呢，音乐响起，就这样被你征服。黑棋呢，含笑认输。